一个求助电话，说有两个狗被人抛弃了，我现在过来看看。这个是发现人，是他打的求助电话给我们。大哥，大哥，你跟我说一下咋回事？这狗啊？咋捡的？你捡的？对，我在这捡的。这俩小狗也是命啊！你这玩意谁给整的？是不是给卖了？是不是给打了？你这不行呀！啊，我说这搁这里吧，喂的肠，喂的面包，还挺乖的。俩小狗。你跟你们院捡的？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捡。咋咋？我们在这个，因为我们这一对金巴啊。这就落门口了，就不是就在这儿雪这儿，你没扔门口，就在雪这儿呢。找找是谁家丢的吧，还是跑丢的？你丢一对儿啊？那没准儿一下，那我也是。金巴算多少养的？厉不厉害呀、啊，孩儿？不厉害呀、啊。我看那孩儿好了，还带绳呢，身上。对。那妈妈抱抱，看你俩这是不是有绳啊？跑丢的还是怎么回事啊你啊？现在养这种金巴特别少，这种金巴特别特别少。我看看这个孩儿，这个孩儿呢？我给他临时起的，这黑黑的叫黄黄。这也是。乖了，可乖了。他俩是一公一母啊？一这是公的，是母的。黄是母的。对。我都发到我们群，我们这个家族说不是我们的，不像跑丢的，一跑丢一对儿啊。那可不一起家的，回去找找，赶紧找主人去。你帮我送出去行吗？不是送出可以，但你得给我签个啥呀、啊？没事没事，录一个，人家来找我了。你拿你手机录一下，找我刘丽救助站，我把这狗接收了。如果找这俩是一公一母，这个黄的是母子是吧？黑的是公子，黑的是公子。对呀、啊，我不想那啥。没事啊，不怕。这个黑的公的是不是？啊，对。行了，看这个是丽姐和发现人，这俩小狗是一对儿啊，然后让人扔在这块了。我们现在给它带回救助站，一对金巴。往里头管呀，往里管。我们现在正在联系这个老人去世这个被遗弃的狗。我在那个金顶仓买这块呢。嗯，额头去酿熟食。一动第二动，第三动就是这个动。剩狗自己的，我老婆说找个地方给它收留。多大？这狗也多大？都得。关着两门好吗？别让他跑。他不跑，你看看，他都不往外跑。别打他啊！那儿呢？哎呀，这孩儿啊！完了，我把他抱起来，可以吗？啊？东西拿走。老人养，老太太养的。老头养的。老头养的。走了，头两天走了。弟弟在家走了。啊。他就一个人儿在里。孩儿啊，爷爷没了。嗯，是他舅舅啊，就跟这狗相依为命嘛。对。哎呀妈呀，这孩儿。一个老的狗，哎呀妈，抱抱，抱抱，抱抱，不行，不行啊！你们可小心拿回去。不行，妈抱抱。没有办法了，孩子，能不能走了？不行，能走。好不好？看看，我走了。哎呀妈，这么大岁数了。给你送个地方啊。看看来孩儿来，你家主人走了，给你送个那个养老的地方啊，听话啊。我可怜，这样狗是最可怜的。鹿狗。不知道啥。是鹿狗。是鹿，对吧？这是鹿狗吗？鹿狗，串儿也是差不多。但比鹿狗胖。就串儿，它就是个串儿，其实。就是个串儿啊，老头养的。在想主人呢。养了十多年了。眼白内障了，眼睛有点，这个眼睛。我肯定得想主人。走吧，孩儿，爷爷没了，爷爷走了，我把你带走了。哎，在妈妈怀里头哈，这是你的新妈妈。那你新妈妈再给你好好找一个，找个家，再安度晚年啊。妈呀，妈妈，那小孩儿。
小孩。大眼睛有意思吗？大眼睛好看。那啥呀？念公文。我感觉那嘴边上有点啥。对，我感觉嘴里有溃疡似的。我给他掰掉吗？我怕，听着害怕。那不行，咱推着来。可咋整？你直接给他喷上吧，要。奶奶给我在椅子上，他都活不了，真的，他抑郁小主人，我接触过这样狗，七天就死了。哎呀，真是，小主人不吃不喝，七天就完了。对，他上火，他爱不吃。哎呀，给他吧，嗯。看看这两个狗吃，那个老狗小鹿狗不吃啥的呀，喂它装盒里，给它搁碗里头吃了嘞，碗里头给它搁了两根吧，还剩我看看啊，碗里头还剩两轱辘。看看那老狗里吃小狗粮去了，鸡蛋不吃，光吃的黄也是，它还想回它那纸盒箱，你看不看着？你看我这纸盒箱转好几圈了，握手吧，握手，挺好看的。小宝牙可白了，不知道是公公母狗。喂，我说等我领你回家，我就领他上楼了，他就跟着来了。那真够俩握手的。那你看这就是丢的，这根本不是流浪狗。就是在那个垃圾站见的，这个不有半口气儿了吗？还有点气儿，还这动静刚才还动静呢，我给拉屋了，拉屋了。扔哪个垃圾站了？谁家干的呀？真缺德，真缺德！一会儿领他上医院吧，上医院看看。那谁，哎呀妈，这狗还有皮肤病啊，好像。不是，我看了，他那是啥掉的毛？那谁家养的呀？这是。是个小狗，是个小狗。哎妈，这细小的这狗。一会儿吧，一会儿。你这不捡不冻死不白瞎了吗？在那个垃圾站捡的呀。但他这老弟儿今天早上的一个求助电话，垃圾站捡两个小狗，死一个快咽气儿了，一会儿再上医院吧。这些年快不快乐，开始了新的生活，适不适合，我不断猜测，这个比较严重啊，这是倒气儿了，这个还强点儿，他俩都是细小，这个还有点精神头，这个我不会全力以赴的。看这俩小金毛啊，这个状态不太好是吗？对，这个刚才来这么灵，小鸭子声儿，它这精神点了，输了老腰果啊，特真，给它带上吧。小鸭子声儿，早上觉得自然娘子都吃了，看看多可爱，这个吃不吃饭呢？不敢吃，我天天跑夜。哎呀，尽力吧，你没办法。哎呀，你好可爱呀，快点！小鸭嘴兽，看那小鸭嘴兽，鸭嘴兽。知道你这些年快不快乐？